姐妹早安，感谢主的恩典。当我们今天进到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耶稣受试探的这件事情。那弟兄姐妹，感谢主，你读了以后你应该有充满着喜乐的心，因为耶稣在凡事上都受过试探，所以就能够拯救我们这些因受试探而受苦的人。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我们要读路加福音第四章和第十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好吗？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试探，试探不是从神来的，神不受试探，他也不会试探人。那试探从哪里来？试探是从魔鬼来的，是从撒旦来的，是撒旦的工作，他所做的五花八门，目的是要叫我们离开神，离开神的道路，叫我们堕落，我们犯罪。所以 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要这样祷告，就是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试探是非常可怕，试探 是基本上 是量身定做的。那你生命里面 你当 你经历这个试探的时候，你知道你人生你有一个破口在你的身上啊，这个破口是那就会造成魔鬼在你生命里面所 设下的那个陷阱。不过所有的试探无非是三个东西，就是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这三个东西自始至终都是魔鬼百试不爽在人性的里面所种下来的东西。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耶稣也经历这些试探。那上帝不试探我们，但是为什么让我们有时候让我们经历试探？其实上帝已经拦阻了许许多的试探临到你我的身上，要不然我们早就跌倒了。那但是为什么还要允许试探临到我们？因为没有试探就没有征战，没有征战你就不能得胜，没有得胜你就不能够掌权。那所以对我们姐妹这是很重要。那我们人活着，我们要人被就是要人活着神人在神在人的身上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掌权，而且要与主一同掌权，要为主来掌管这个世界。所以人一定会经过这个征战，那这个试探带来征战，征战就会带来得胜，得胜你就可以掌权。掌权很可惜这个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第一回合就被打败，而且输得好惨。这个本来是掌管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现在一下子所有的一切都被魔鬼夺去了。那弟兄姐妹，这一切不是交给魔鬼的，是交给人的。但是人失败了以后，人就失去了这个，就被魔鬼夺去了。是魔鬼是不法来欺骗，用欺骗的法术把它夺去的。那但是弟兄姐妹，感谢主，现在有另外一位，就是幕后的亚当，幕后的亚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现在来了。弟兄姐妹，感谢神，他
他现在站在人的位置上，他 来接受魔鬼的试探。弟兄姐妹记得，这个不是耶稣魔鬼赶来试探耶稣，是圣灵把耶稣带到这个环境的里面。弟兄姐妹，是神向魔鬼挑战。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试探怎么来的？创世纪第三章，弟兄姐妹，约伯记第一章跟路加福音第四章，他这三个的情景是彼此有相关的。创世纪里面，当神说人他所造的都甚好的时候，试探就来了，试探就来了。那约伯记第一章，当神宣告说约伯是义人的时候，弟兄姐妹，魔鬼说 No， 他不一定是，试探就来了。路加福音第三章，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立刻弟兄姐妹，魔鬼就要来证明耶稣不是上帝的爱子，耶稣照样会违背神。弟兄姐妹，这三个记载，从不同的角度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所受的试探，并且他能够得胜而有余。我们从他的这经历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怎么样也可以从这个试探里面得胜。我们看一下耶稣哈，他受洗以后，他就是受膏了，是不是？上个礼拜我已经讲，他就受膏，而且他公开的站在人的面前，接受上帝的这个洁业，这个洁业证书，就是他证明他已经是可以来承担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状况，他可以开始来为神来做见证哈。那然后插入这个是一个家谱，因为前面这个家谱就证明一件事，耶稣来认同我们来做人哈，做人。那现在他要来执行他的职事，他要来做救世主，他要来做万有的主哈。那他必须要先经过一件事，就必须要受试探。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要证明耶稣可以胜过撒旦，胜过撒旦。他胜过了以后，他就可以得胜，他就可以掌权哈。不要忘记第一次的征战，在伊甸园里面。当神说好的时候，魔鬼就立刻就过来，结果亚当在那边跌倒，在那边失败。那我们看见耶稣要从哪里，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弟兄姐妹，耶稣也要站在魔鬼的面前，接受他的这个试探。那圣灵把他呼召到旷野里面去，引耶稣到那里去接受魔鬼的试探。46昼夜他没有吃没有喝，那圣经说他饿了，当然他也渴了。弟兄姐妹别忘记他饿了，记得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食，现在这个生命粮食 为了 要得胜而有，他必须经历那个饥饿。那他说他是生命的水，是吗？他说凡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弟兄姐妹，他怎么能够成为我们口渴的水呢？生命的活水呢？弟兄姐妹，他需要经过这一个厉害的人征战得胜，他就可以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水。弟兄姐妹，感谢神，耶稣基督经历了疲倦，是不是？所以他才可以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那疲倦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叫你可以得到安息。弟兄姐妹，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站在人的位置上，人的位置上。而我们看见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屡次告诉他说，三次都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你知道他这你不需要去证明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了解吗？魔鬼你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你不需要去证明给他看。弟兄姐妹，魔鬼常常要叫我们去证明啊，证明你是神所爱的吗？啊，你证明给我看啊！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证明给魔鬼说，我就是上帝所拣选。我们也不需要证明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证明。那弟兄姐妹三次他都问，对耶稣讲：“你若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耶稣每三次都回答说：“人怎样，人怎样。”因为现在他不需要来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
他不需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现在来作证，所以他一直站在人的位置上。弟兄姐妹，非常的不容易。那你知道，魔鬼之所以成为魔鬼，他并不是做了什么坏事情，只是在犹大书里面讲，他不守本位。弟兄姐妹，他是受造，他是想要成为与至高者同等。你知道，他就动了这个意念，他就堕落，他就不守他的本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魔鬼常常要叫我们做不守本位的事情。比如说，你做一个妻子，你就要守住你做妻子的本位；你做丈夫的，要守住你做丈夫的本位。你一定要了解，你做主人的，你要站住主人该做的事情。你是仆人，你是服侍的，你就要站在那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常常我们不是这样子，结果是什么？混乱。那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就是痛苦，就是软弱，就是挫折，就是失败。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那他第一个试探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叫这个石头变成饼。弟兄姐妹，我想问你，耶稣能够把石头变成饼吗？当然可以。但是你如果是人，上帝没有给人这个能力跟权柄把石头变成饼，对不对？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依靠神。上帝给我们的本分，给我们的就是你就是做一个人。弟兄姐妹，很多的人想要成仙，是不是？我们古时候很多人想要去成仙。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的路，我们做人就是来依靠神。耶稣当然能，不要就他自己来讲，不但把石头变成饼，变成蹄膀，变成火腿，甚至变成海鲜，对耶稣来讲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耶稣宣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问题不在这些，问题在于上帝说了没有，上帝说了没有，上帝说了什么，这是最重要。对耶稣来讲，对一个人来讲，人最重要的不是要做什么，而是上帝说了什么，上帝说要，上帝说了没有，还有上帝说了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上帝如果有供应他就吃，如果没有供应他就不吃，就不吃。他用不用他的方法，又不用他自己的手来改变神对他的安排。弟兄姐妹，饥饿是神给人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健康人都需要食物，是不是？满足饥饿不是罪啊，可是不择手段，用自己的方法去满足就是罪了。弟兄姐妹，其他的是一样。有的人为了要让他能够嗨到极点，他需要去从吸烟开始吸毒，目的是要使自己嗨到极点。弟兄姐妹，这就是脱离了上帝给人的一个路。那一样，性满足性是上帝给人的人的一个自然动，但是一定要在神的法则里面。神预备了你的婚姻，你就进到婚姻里面。在婚姻之外的所有的性行为叫做淫乱，不是一夜情，叫做淫乱。求主帮助你，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认知，我们是人，我们一定要永远站在你的位置上。你可以，魔鬼常常试探你，你可以啊，你可以用你的办法，可以办，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你去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弟兄姐妹，感谢神，耶稣在这边坚定的站在那里，说我就是一个人，我伏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有预备我就领受，上帝没有预备我饿死我也愿意。所以弟兄姐妹，看见魔鬼在这耶稣的身上就毫无权柄和能力。上帝祝福你，弟兄姐妹，感谢主。今天你一定要认知，上帝对你说了什么，上帝说了什么，上帝有没有说，上帝说了什么，对你来讲，对我来讲，是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上帝赐福给你。